我每一场都拿出全部的力气啊！是不是冠佑？还是啊，我把我们那个生命最精华的部分都演出来了。我也不想要你的精华。我的精华是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没办法要。对，我觉得你的精华在发亮，化成两个女人。喂，我是说你全身的那个就养育啊，哎，车速太快了。对，不要再开车了，小朋友。抱在手上的家长不要一直笑，耳朵把它遮起来。他回去之后，爸爸，你的精华在哪里？不要再讲了，因为我们来讲讲时光机器。时光什么？还是讲一点荧光棒棒的。今天坏掉了啦！今天才第二段呢。我每一场都拿出全部的力气啊！是不是冠佑？还是啊，我。把我们那个生命最精华的部分都演出来了。是，其实精华我不敢要。我也不想要你的精华。我不要。哎，干嘛？我的精华是什么？太棒了，我没办法要。对，我觉得你的精华在发亮。哦，真的、啊。对，真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转化成两个女人。喂，我是说你全身的那个。就养育啊，爱啊，要开车了，车速太快了，对，不要再开车了。那个小朋友抱在手上的家长不要一直笑，耳朵把它遮起来。家长把你们的精华耳朵遮起来，遮起来，然后回去那三五岁就要跟你们这边开车，你们受得了吗？你们现在笑，以后就会哭。你等于一种臭味出来，臭味出来。他回去之后，爸爸，你的精华在哪里？不要再讲了。喂。哇塞！要到，你女儿两个都有来。哇塞，不得了！这时候你就摸着她脸庞，就是你们、啊。哈哈哈！还来啊？还来啊？喂，可以了。爸爸的爱啊！爸爸的爱。好了啦。爸爸的爱、啊。爸爸在20年前爱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笑的同时有病哦。我五月天讲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。对、欸。我们那个镜子呢，造成你们每个人内心。你们每个人心里呢在想什么，然后就会反射出你自己，懂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刚刚只是说冠佑的爱，不是冠佑的爱爱哦。喂，我是说不是，我知道叠字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要说头你说呢？没有，我们来讲讲时光机器。时光什么？等一下啦，子哥还是讲一点荧光棒棒。今天坏掉了啦！今天才第二段呢。然后是停住了五秒。欢迎各位卡卡加入林秀，用不同方式看新闻，谢谢你看超人气 YouTuber 爆新闻，直播线上即时互动，轻松有趣多元内容。3月16号起，每周六晚间9点，子午计划 VTubers 在三立新闻网。